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史上最阴森的一首儿歌。走。一般我们是跑得快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哎都可以啦，都可以。当然了，张国荣没有唱了我的《红绿绿》，好笑的。对呀、啊，来嘛，来嘛，一句嘛，拜托。Only you。Yeah！ 太棒了，太经典，太经典。呀、yeah ，谢谢我们林冠慧导演呢，不辞千里到香港把两位求来。好，中间下面麻烦两位传奇人物啊，竟然就在我们眼前，太感动了。来，右边看一下吧。那我们也强调，今天呢是我们感觉是很开心，嗯，很温馨，因为我们来拍那几天是最冷最冷的，第一天开工，然后他们大概还没到放饭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咪姐外面有东西吃，我去到外面。哎，关东煮有一辆小车，哇，我觉得好温，因为我们在香港拍戏从来没有这么温暖过，还有一个关东煮的车在外面，实在太好。后来放饭，又好像吃 buffet 啊，自助餐，自助餐也有，哇，在这里真是豪华拍摄。是，在我昨天去看那个试片，我才知道原来整个片里面我没笑过，嗯，没有笑过。一次是，因为都是板着脸，但是最辛苦、最辛苦的就是我的眼睛很累。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时常，就是用我自己叫你们叫死鱼眼，我就叫死神眼。哦，你都一直要这种眼神啊，装神弄鬼。你知道有多累吗？皱纹的多几条哎。啊，眼神死，对。死神眼。对对对，就是一直要盯住。啊，结果导演您知道嘉音哥还鼻窦炎开刀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有一场拍就睡着了，是，就是因为真的很不舒服。我差点要跟他做人工呼吸，我以为他睡着，我以为他。是。啊。开了。他没事，他没事，他只是鼻窦炎。这部电影就是讲说一个，我们是主打惊吓喜剧，然后也有讲述亲情、爱情。平时有看见过，对，有见面的，有同台，有同一部戏，没有试过同戏，真的第一次。同戏有啊，没有试过，没有同场，像有周星驰的电影是就在同一部电影里面，但是这样子长期的合作，竟然是在这里第一次，戏份比较多了，这个是最多的。嘉音，我跟你讲，在这个戏里面，我们有笑过一次，你有笑过吗？我看见你就想笑。没有，但是我们是有一张很大的床在房间。对。没有床戏。对。也没有亲热的戏。对。牵手有吗？有。病倒。再来一个。忘了。对，我们虽然是做老夫老妻，但是没有亲热，我就是觉得有点遗憾。啊。遗憾不是可惜。是啊，遗憾。哦，嘉音哥会觉得遗憾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遗憾，幸亏没有，啊，多难受啊！这种讲就实话了，好丑！你难受我，不是我难受你。